大家好，欢迎参与这个星期的崇拜。崇拜时可以点击爱心或留言，让我们一起开始准备崇拜吧。嗨，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你们准备好敬拜神了吗？在诗篇113:第二节说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我们的生命泉源，让我们在主里扎根，跟一起敬拜他。我们一起来唱《我活着》。我活着不是凭眼前，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那神的事，有你
名字。
Yeah.
耶稣啊，唯有你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阿门。主啊，我们愿意献上生命为活祭。你是我们的生命泉源。哈利路亚。我们在你不变的真理和丰盛的恩典里扎根。阿门。主啊，求你滋养我们的心。更新转换我们，阿们，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阿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敬拜赞美团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美好的赞美时光。那现在来到我们奉献的时刻。那我要分享的是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里面说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句话是属灵的原则。阿们。那说到耕种呢，我们可以联想到农夫的情况。耕种不只是种了就算，让它自生自灭，让它自己选择要不要成长，它不是这样的，它是需要付出，需要时间持续的去浇水去施肥，那它才能够成长。农夫们在耕种的时候每天不出不挠，风雨不改的到田里去施肥，去浇水啊，去除草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只要坚持下去，持续的去做，他们的收成一定会很好。那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也一样，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要得着物质上的收获或者是收成，而是我们要看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成长，能够茁壮的成长。那奉献就是那一颗种子，当我们持续做出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将能看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 Amen。 所以今天呢，你可以通过以下不同的管道来到做出你的奉献。第一就是透过这个网上汇款。那第二，你可以扫描这个Maven 的 QR 码，或者是这个踏雪国的。那现在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阿们。亲爱的父兄们，感谢你们能够在这个季节当中持续的抓紧你的原则，站立在你的应许当中，持续的去奉献。主，我们说今天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扎根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应许当中，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信心不会动摇，不会因为外在的因素而动摇，让我们能够站立站稳在你的基础当中。所以我们说让这个的奉献能够来到扩张你的国度，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里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那现在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领受上帝要与我们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先做最要紧的事。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主啊，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烦扰忧虑。主啊，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主啊自己的优先次序。主啊，今天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领受你的话的时候，恳求你让我们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得到主啊生命当中最好的赏赐。主啊，恳求你打开我们的灵耳灵眼，让我们能够听到看到主啊合乎神你心意的事情。
主啊，也恳求你让我们能够记得你的话语，能够专心来聆听你的话。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完全的交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小的时候，父母要我们努力读书，他们会告诉我们这是最要紧的事情，只有好好努力读书才能找到好的工作。而长大了以后，最要紧的事情就变成了要找到一份薪资优厚、待遇良好的工作，然后努力赚钱买车买房。年纪再长一点，最要紧的事情就变成你要找一个伴侣，你会开始被催婚。就像我的奶奶，她常常会念叨我说，哎呀，你年纪不小了，赶紧去找男朋友吧，不要每天一直工作，书读那么多有什么用。你看，人是很难满足的，每个人的 priority 优先权是不一样的。生命当中最最要紧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生命的价值真的只是在这些事情上吗？让我们来翻阅马太福音6:33-34，这是其中一段我最喜欢的经文。翻到了吗？翻到了，让我们一起开声念好吗？一、二、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第33中，耶稣说到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关键词是求，也就是设法得到。当你真的真的很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才会去求，对吗？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说，求求你帮我，求求你给我。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追求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目光盯紧在那件事情上，我们会花更多的专注力，在做决定的时候也会优先考虑是否有利于这件我们所求的事情。所以我们所求的事就变成了最要紧的事。有时候我们没有先做最要紧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当下最要紧的是什么。就像小朋友，他们总喜欢玩，他们不明白吃饭的时间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吃饭。对他们来说，玩是最重要的，开心嘛，所以他们不在乎不吃饭到底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知识，他们不懂得分辨什么才是最要紧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懂得分辨什么是最要紧的事，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要求什么。就像你一直说，比如说你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然后你就在健身房里办了一张会员卡，每天看别人的运动视频，或者是买一大堆的瘦身产品，但是却不运动，暴饮暴食，却希望能够瘦下来。不要以胖子的标准生活，却期待属于努力的人的窈窕身段。就像我们身为基督徒，你不能够以非信徒的标准生活，却期待得到属于信徒的赏赐。你觉得合理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33告诉我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是我们的最高优先，这是主耶稣强调的。他说我们要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要先扎根在神的国里。这不是建议，而是命令，不是等到我们有空的时候或者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去追求。这不是一件次要的事情，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最要紧的事。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有时间找到获得成功人生，却没有时间去获得得胜的生命。成功的人生的定义可能是富裕、
名利，或者是美满的家庭，但是得胜的生命却是因为我们符合神的心思意念，不只拥有这一切，这一切我们在地上所需要的，还拥有真正的平安喜乐和永恒的生命。哇，你看神给我们的多于我们所求所想的。得胜的生命不是为了要赢过那些抵挡基督、批评基督的人。得胜的生命是一个胜过死亡，我们所有的一切被基督转化的新生命，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在前几节的经文里，耶稣说到，我们为了生存，一般会存有的忧虑，比如吃什么、穿什么。神强调他不是不在意我们的需求，他知道我们的需求，他也明白我们的担心。在马太福音6:30里说到，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被丢进火炉里，神尚且这样装饰他，更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而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了。外邦人指的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没有医治忧郁症的良药，他们无法摆脱物质主义，而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物质上的需要。但是我们的天父，他关心我们的需要，主耶稣向我们保证，神必定会顾念我们，供应我们，神绝对不会忽略他的子民。你能保证你自己一辈子富裕，一辈子衣食无忧，一辈子幸福快乐吗？很多的人穷极一生，花很长的时间在不长久而且会毁坏的东西上，但却忽略了那真正永恒不变的东西，也就是神的国和他的义。耶稣在马可福音8:36说道，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生命，即使他得到了全世界，整个世界也毫无价值。我们忙碌的工作，应付生活，但当我们失去性命的那一刻，即使你拥有整个世界，你也无福消受。所以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而生命的丰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意义，选择在永恒的国里扎根。很多的人都要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意识到什么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又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呢？如果现在真的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要你想想，你满足吗？你有没有什么遗憾呢？去年我发生了很严重的意外，整辆车子报销了。就当我以为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我祷告问神说，神，我是不是要死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神和我说，不，还不是时候。还记得我给你的护照吗？瞬间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平安，我知道自己肯定会存活。而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我回想了自己的一生，我感到很满足，因为我做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的家人都平安健康。虽然我不是很有钱，但是家人的感情很好，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们还没有信主。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和他们能够明白这份美好，生命的美好。而这份平安和满足是因为我把生命扎根在神的国里才能够有的。当我们扎根在神的国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向上生长，结出丰硕的果子。不要一直觉得时间还很多，然后你就一拖再拖，拖到最后一刻。有些人告诉我，哎呀，等到我以后我的孩子长大了，我有时间了，不用忙家务，我才去参加教会，我才去聆听神的道，我才去服侍。生命的建立是没有办法等待的，时间会一直流失，
无法倒流。人生有很多的事，你可以选择信靠神或者是不信靠神，而那个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何不就从现在起建立好根基呢？扎根在神的国里。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优先次序，但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把神的国放在哪里呢？为什么神的国会是最要紧的呢？我们要先从什么是神的国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无法追求我们不了解或者不知道的事。神的国是关于基督作王和他统管的权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和主。如果我们不认他为王，我们就不认得他的权柄。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但我们也要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主耶稣说他会再次降临在地上，建立他的权柄，所以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是不会毁坏的。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认耶稣基督为王的时候，我们也能享受身为神的子民的一切保障和权益。我们是否真的有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呢？我们对基督的交托和顺服，反映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权柄。我们是否一边和神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但是却在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祷告，而是自己做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心里想说，哎呀，这种小事不用麻烦神，我自己解决。但是我们要从小事培养起嘛，学会去寻求神的旨意。而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凡事从小事培养起嘛，在我们遇到很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培养先去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小的时候会向神祷告说，比如说我很想吃寿司，我就会神说，神啊，我真的很想吃寿司，你知道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寿司真的出现了，我没有告诉任何的人，但是神常常就是因为这些小事回应了我的祷告，我的信心也这样一点一点的被建立。所以主耶稣他为我们白白的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份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但是不代表神的国没有要求和期盼，透过耶稣我们得以称义，却不代表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而是要继续追求他的义。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里说到，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爱一个人，一定会有所行动，会为那个人付出。你不可能爱一个人却无动于衷吧？我们爱神，就要勤劳地遵守神的命令，在生命中效法基督，凡事交托，凡事信靠，不管再小的事情，神都不会轻看。神的国带有强烈的而明确的信息和要培养的文化。天国的信息是关于悔改的信息，是要我们回转向神。而天国的文化可以在马太福音十章八节里读到，你们白白的来，也要白白的给人。我们不可以自私，只想着自己的存活，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时候，人们一般都是只想着自己。身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要不求回报的把基督白白的给我们的给别人。这是天国的文化，爱人如己。所以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时候，我们首先注意的是什么？是求这个字还是加这个字呢？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它不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焦点。当我们把优先次序放错的时候，就会产生担忧、压力和焦虑。我的工作是 100% 的抽佣制度，
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工作、有病人，我才有薪水。而在 MCO 这段期间，我的工作量从一天、一个星期五天半减至一个星期两天，现在更是无薪假期。我不担心吗？当然会啊，我还有贷款、房租，还有各种的账单、生活费要承担，难道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我的老板他会天天劝我，他说你就趁着你有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日的时候，多卖些名贵的药材，多开一点药，反正也吃不坏病人的身体，你开一点补的药材给他们，你能够多赚一点。老实说，有时候我的内心会挣扎，我会想着我的生活到底够不够用啊，钱，然后我会忧虑，会压力，想要去尝试我老板的方法和建议，但感谢圣灵的带领，他保守了我的心，他让我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他提醒我，圣灵提醒我神的话，让我能够以初心对待我的病人。所以当我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非常信实的供应我，他从来没有让我缺乏过。你知道有多么的神奇吗？ MCO 到现在有两个多月，快像三个月了吧。神不仅供应我的日常所需，他还让我有能力能够祝福其他的人。何必苦苦的去追求这个世界呢？先追求神的国，他会供应我们，我们在这个地上所需用的一切。先求神的国，但是我们要知道，先求神的国不是为了让我们得到这个世界的手段，这些东西没有错。但当物质、财富、名利成为我们顺服的动力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目的就不是顺服了，而神的国仅仅的成为我们获得利益的手段而已。顺服的程度变成是带有条件的，是以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来衡量。不要只是做名誉上的基督徒。很多的人只是嘴上说神是好的，神有多好多好，我要爱神，但是生活还是以工作赚钱、享受物质为中心，而这些东西本来就没有错，但很多的人却被这些东西捆绑，认为如果神不给我，就是不爱我，神不是真的，他不是信实的，你看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想变有钱，他没有让我更有钱，我想要升职加薪，他没有让我升职加薪。 Hello， 我想请问你，谁才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应该要跟从天国的条款，而不是天国跟从我们的条款。耶稣向我们保证，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些东西。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把天国的事摆在优先的位置上。我们应该要首先扎根在天国的信息和文化上，爱神爱人。如果我们不相信，或者我们没有活出来，我们就无法成为基督的见证。神不要我们只是徒有其表，看起来圣洁，却没有实在的能力。他不要我们只是看起来属灵，却没有与之相称蛮有能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先做最要紧的事情，爱神爱人，神就必定会照顾我们。我要挑战我们，你来问问自己，我们能不能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了我们这句话上，而是注重在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先做最要紧的事，你准备好要经历与神同行的生命了吗？我相信当我们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的时候，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里，让我们一起祝福某个家人或者朋友吧。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
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啊，恳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你。主啊，也懂得怎么样来爱人如己。主啊，当我们来爱人、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能够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你也会来祝福我们的生命。主啊，恳求你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为你所用。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做任何大小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先能够来寻求你，恳求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的圣灵敏感。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Amen。今天的崇拜就到此结束。如果想继续的保持联络，可以透过我们的社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Website 来保持联络。如果想回听这个星期的信息，可以上我们的 Spotify 或 YouTube 来回听这个星期的信息。我们的祷告聚会会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9点透过 Zoom 进行，到时见哦。Kids 教会在每个星期日的早上10点透过 Zoom 进行。如果想知道更多 Kids Jam 的详情，可以透过 Kids Jam 的 website 来获取。如果你有祷告事项，可以透过我们的 Zoom 来连接我们的祷告室，我们有祷告勇士准备与你一起代祷。感谢参与这个星期一的崇拜，再见。